风雷风台风雷，台风台中心已经确定了红桃树轨道会伫台东停留，红桃树嘛已经出现17级强风。全台湾拢伫风雷风台的暴风圈，桃园机场早起取消200外航班，已经是今年一日取消上侪航班的记录。北韩伫当地时间早起7:10，亲像又搁发射飞弹，已经是今年的第12届。南韩甲美国表示谴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目前全台湾拢伫强烈风台、强烈暴风圈哦。红桃树已经伫风台中心了，伫透早5点就出现17级的阵风。气象专家嘛表示讲，红桃树的风是真大，威力是未输去年造成真严重灾情的小庆风台。海浪势真凶，首先受影响是离岛的南苏，南苏海边加5公尺宽的大浪，强风暴雨将罗秋吹到东岛西海一直海，强烈的风，部分点头铁片吹到掀开，强要落来，看起来真危险。就算居民密在厝内，也感受它外口风太威力。真的不会太超过了吗？南苏透早5点吹到阵风超过17级。风速仪也被吹开去，目前无法度观测。南苏高中早起8点吹到15级阵风。南苏国小校长表示，好在南苏国小教室拢应该做风台门窗，最无受损的情形。目前风势比雨势较大，有一张大树过连根搬起。我刚刚绕了校园一圈，里面有一棵黑板树倒下来，跟小犬跟去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个小犬台风的话很接近了。气象专家表示，南苏这边已经吹到17级的强风，即马风台愈来愈近，南苏各地海面上风力搁较强，为了甚至无输乎去年带来灾情的小庆风台。不只是绿岛兰屿的强阵风，另外是台风中心登陆附近的这个。从台东东河到花莲瑞穗这一带哈，台风中心可能登陆的地方，这个风雨哈，其实会越来越强。气象专家提醒，抗日风台有个中岛过后定调，到时阵风雨会更加强，而且愈暗会愈明显。提醒民众尽可能踮在厝内，千万唔通出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沿海地方台的10级暴风圈哦，风是非常的大。富冈渔港的影是几啊站楼高，拢淹过码头，行伫路边哦，根本看袂到头前的路。来到富冈渔港，康瑞风台的暴风区带来非常强的风，离暴风边拢是几啊站楼高的大影。即马记者所徛的位置是伫台东的富冈渔港，会知会当感受到即个风甲雨拢非常大，上大的阵风会当来到12到13级。看到即镜头边啊的即奥多拜呢，正因为风伤大，拢吹到东倒西歪。镜头搁向即海边来看咧，即港口内底啊，海水规个拢涨起来。另外咧，即浪嘛非常大，拢会盖过即暴风。康瑞风台中心逼近，台东沿海风雨变了愈来愈强，有的大浪甚至高过10公尺。徛伫渔港内底采访，一阵一阵强风吹过来，人拢徛袂稳。渔港内底填满大大细细的渔船，大家拢用绳啊绑好，对着海浪起起落落。有渔民一早就来看情形，一直讲中岛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沿台这一线往北边行，海边也无物件扎掉的，大风大雨后，连景都变真歹。路边树啊嘛摇甲真雄。来到气候一直无气象的美丽湾度假村，明显感受到风雨增强，上大阵风13级的威力，个人是惊人。路上都无人，民众乖乖啊伫厝，但讲风声归暗，咻咻叫，实在是让人惊吓。哇，好强哦，这个蛮强的。有时候好像都没有看到路呢，都看不到路哦。看起来都蛮大哦。
啊，应该也是不敢出门啦、啊、不敢。为着要防风台，台十一线边的加油站前一暗就已经关起来，特别有起封锁线外，让民众进入。做玻璃拢打好胶带，希望会当挺过这届风台的强大考验。记者林俊明、陈宏杰、SNG 小组台东报道。强烈风台空雷暴风圈吸到陆地，风台的中心暗算在中岛会登陆台东。台东透早风雨就拢真大咯，市区的树啊甲奥多麦已经拢东倒西歪。早起八点开始，台东的金轮大桥嘛已经先封起来，加在目前都无传出灾情。强台空雷接触陆地，头一个影响的台东，规暗拢是风雨真大，民众无法度好好睏。半暝啊，一点外，潘小姐爱开车去上班，驶伫山西路一段的时阵，有树啊被吹倒，真大的树枝直接撼着车。上班的路途中，然后树倒下来，然后就整个告过去了。是啊，你人有没有怎么样、啊？人没有怎样，没有怎样。车子就可能要修理啊。潘小姐是欢喜情景，闪过无受伤，也毋过车被倒伫路边的树枝卡条，只会当车一只拖起来。离今仔日透早风雨是继续有十四楼阳台遐有棚，雨风吹落去撼着车。伫咧市区拢是吹倒的残枝、机车甲盆栽。伫京新北路每一届落雨拢会淹水，即届嘛是同款。一阵一阵的海涌冲去岸边，海边的水流差，甲沙石对着大涌，渗到南回公路。透早八点开始，金轮大桥是实施武警封闭；十点开始，南回公路上南大武、草埔、宜屯进行交管，甲车道的调拨。啊，听说中午会左右会登陆，会不会担心？当然一定会的啊！你看现在多车都被飞走了，刚才骑摩托车绕一下，有的家里都都不行了。风台中心估计中昼就会登陆台东，民众尽可能来做准备。台电表示，即马有7589户来停电，风雨强大，可能停电的户数会增加。等风雨较小时阵，随派人来抢修。记者综合报道。大概一道雨，到淹水的宜兰银山乡的溪洲大排，水嘛已经满了。附近的道路嘛因为淹水拢封路，现场是有八台抽水机在抽水。另外，伫山区南澳乡的北溪溪水嘛涨起来，已经撤离400多人。往来宜兰的各道客运、各市区的公车，今仔早起9点开始全面停驶了。宜兰大溪边山边的山坡正在脱胶崩裂，路冻掉的未通。观众伫咧现场抢修，有民众要登记伫咧现场等。风太天咧，感觉都危险的无？没啦，我常常行啦。啊，你爱等吗？要等吗？是安怎？等一下。北溪的水涨起来了。南无北溪因为山区落大雨，将被雨水滴到溪流下来。看来风太好，宜兰山区落大雨，苏澳、南无甲大同乡总共442人撤离，其中29人受伤，村内民众拢去外靠抢救。银山溪洲大排地阵已经完治会，假每边那落大雨就一定淹水，附近的路也已经封起来，现场有八台抽水机待命，要避免骑机受影响。严管这边风太雨真大，附近的骑机担心会阁淹水。水位持续上涨啊，嗯，啊来对道路部分淹水，哎对，只要拿好大雨点的淹呢。看来风太来，交通也受影响。宜兰地区的国道加市区的客运，早起9点开始全部拢停驶。苏花路拢31继续实施无警性道路封闭。即个那苏花街苏澳到东湖段8点半开放车慢速通过。台七线80到五道桥、一个八道桥加武陵段也继续无警性封闭。公路局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台东已经进入10级暴风圈，气象专家表示讲，今仔全台湾的风雨拢真大，北部宜兰阁有台东会特别大。气象署嘛预告，风台中心会登陆花莲甲台东登陆了后，中南部的风会愈好，嘛阁会愈大，得爱特别注意。抗日风台中心在五峦片东北站边，暴风半径用要打跌全台湾和澎湖。过去3点钟强度有小可减弱出水，每点钟18公里的速度接近。即马风台中心到达进入陆地，会向西北西方向来刷叮当，暗时就会到达离开台湾陆地。
台风在登陆之后，强度当然也会逐渐的受到地形的破坏而减弱。到了明天，随着清晨，随着整个风场转成西南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中南部这一带也可以感受到比较强烈的风雨。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花莲、宜兰、台中市山区有局部超大水雨，双北甲新竹县、大同县受大水雨，中南部的雨势一旦风台登陆了后会更加大，而且继续到拜五早起。专家分析，目前所有报资料显示，风台登陆了后，前景减弱的趋势真明确。如果拜五透早开始，各地风雨都会明显增幅。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海水温度不高，然后高空有强风切，还有一些干空气的入侵，这个都是不利于台风维持跟发展的一些大气条件。有可能它进来之后，内部的环流已经减弱了。但是外围可能还有很强的风力的这个状况存在，因为它环流还蛮大的。天气分析师指出，也并完全排除风台若伫陆地停留的时间较久，影响时间会较长。无论安怎，拜四几天拢会是全台有感觉的强风大雨。台东花莲甲澎湖有14级以上强阵风，新北到高雄地区也拢有9到10级强阵风，请民众无必要千万唔通出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伫早起9:30统计哦，已经计将取消240个航班，主要是以东北亚、东南亚、中国跟香港、澳门航线为主。这嘛已经是今年一日取消上侪航班的记录。嘛提醒民众哦，要出国还是接机，都爱特别注意。分正到飞行机准备要降落，风台天航班有真侪变动，真侪飞行机伫空中坐足久的才降落。有当来台湾的旅客是紧张到求佛祖来保庇，不过因嘛讲伫降落的过程，阁算是平稳。我们看那个航线嘛，那飞机到了什么高雄那里，又突又转向，然后就在那里好几次，是这样。等于是要降落的时候。他比较辛苦了，因为那时候窗户打开，我看了那个外面那个云层都看不到下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很紧张，一直在求佛祖上，差不多50分钟。这个都开始烦恼，飞行机取消行程，恐怕乱去。昨天就开始睡不着，因为看到都取消嘛。暴风半径会使讲，把整个台湾都砍掉。受到强台坑的影响，根据桃园机场31早起9:30的统计，客货机入境是取消125班，出境取消116班，拢总加起来是取消航班241班，这嘛是今年第一天内取消上侪航班的记录。总共取消航班是241班。那其中客机212班，货机29班。那请各位旅客在出发前，还是洽各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的一些动态情形。针对这取消的航班，桃园机场公司讲，主要是取消东北亚、东南亚、中国含香港、澳门的航线，嘛请旅客含接机的亲友一定要去注意上新航班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只中国货轮故障，掉在亚利的外海，因为船顶有载油，已经在附近设杂油所来预防污染。虽然今天台北市停班停课，也不过挂车刘德华的小巨蛋演唱会暗时要照常举行。台北市委是表示讲会继续跟主办单位沟通，为着民众安全，看敢会当先取消。风头好大，海浪是直直靠过来。中国玉州客运货轮自到底压流起船，正在船员被救起来安置。30下晡出现漏锚的状况，经过风台一面风雨的摧残，31早起一定在压流靠搭。船顶3台起重机已经有2台落下来，掉在搭礁，恐惊有漏油的威胁。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亲身到万里去视察货轮靠搭的情形。那里面载重重油有将近240公吨，我们非常担心货轮的倾斜遭致这个重油外漏，所以在第一个时间我们已经启动，请环保局进驻20个人，跟中央一起来配合，并布好拦油所。有拜托海委会跟我们新北市的同仁，大家努力来空，气候比较好的时候去布设它四周围的海。那个黄油锁来让它防止它有扩散。
目前油污没有扩散情况，但是我们非常戒慎恐惧。新北市府也提前应变，已经在东澳渔港、亚柳渔港、古好渔港含蓄二抢入水口，布设杂油所，严防货轮重油漏泄，造成重大的海洋生态污染。台北市目前是传出零星的灾情，大多数拢是路边的树啊倒起的状况，当陆续在排毒。虽然台北市停办课，今仔暗刘德华小巨蛋演唱会同款是照常举行。北捷的总经理讲，下晡风雨加大，会持续和主办单位来沟通。好，那我们现在会针对实际的状况，包含台风的影响来严密的这个掌握，那持续跟主办单位来这个研议啊。未来当然北捷这边也可以来跟活动主办单位，在活动举办的合约当中哦，对于台风来临可能停班课的情况纳入考量。那明仔敢会继续放风台假？周万安讲，原则上嘛是维持暗时八点来宣布，避免生活宣布造成市民的困扰。因应坑水来，北捷的文湖线含高架边面路段，因为风速已经到停驶标准，早起十一点停止营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十月初，三多里洪台家人的水泵栓真严重，和平众真怨叹。在迄当时，中正区的卫德病院拢是透水哦，咱病院就准备刷包，未来冻水做好准备。另外，进前泵栓的新风机栓壳嘛，先用磅布盖的，未来进行水土保持。十月初，山陀洪台造成家人出现严重土石流的灾情。这摆洪台过来，家人市政府唔敢大意。市长贾国良透早就到勤务指挥中心了解灾情。这摆抗日洪台风力真强，雨量也未细，市府一直在关注各地情形。呼吁市民朋友尽量都要待在家里，不要随便出门，因为风大的话，可能就会吹走一些广告物等等的，在街上逗留的话，相对会比较危险。亲像进前发生大片土石出来的新丰街山坪，土石地在后真紧清掉。这摆强烈风台来，贾国良搁一摆到现场巡视，加强现场边看的防护。现场已经用布棚、大面积砍掉来进行水土保持。应该应该应该是，啊，一早可能较就早。另外，亲像顶一摆，河土水造成灾害，调好家顶地，做好也做好防灾准备。上次的山陀台风为基隆带来惊人的雨量，像是调和街的维德医院就发生泥水灌入地下室的灾情，这次院方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亲像维德病院顶一摆河土水灌接，这摆病院用冻棒、沙包来防水做好准备，一点也都唔敢大意。基隆市政府已公告警戒区域，提醒民众切勿前往岸际及港区从事观浪或其他水上活动。经劝导不离去者，将依灾害防救法收证函送主管机关裁罚。花博山的海边风影真大，海巡兄弟辛苦冒风雨出来巡逻看到。海巡署也加强家人和平岛北海岸顶地看到，呼吁民众唔通伫风台天，佮冒险到海边看海景。那看到无必听，会依法上班，相关严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恒春半岛，早起八点开始哦，风台就真明显哦。垦丁的风是真大，公所嘛提供民众沙包。风景区市场是拢无人，有出来摆摊的店家嘛表示讲，因临时特别款款收收的回去休困哦。海风一直吹，海涌一波波涌起来，垦丁加落水的海面一片白茫茫，船帆时的海边嘛已经出现灯影。伫垦丁遮已经感觉着风雨是明显变强，透过画面你嘛当看到，这只大车其实是用来固定着水上活动的一挂工具，或者是惊讲风手头把物件拢扫走，所以拢家己白色火固定伫车后边。东西怕那个，因为有一年的那个浪，整个打到路上来啊。这个风台直击风平滚暴风半径150公里，十点十五分进前，中心伫鹅銮鼻东北东的海面，龙盘草园风力甲过去比起来更加明显，一度含行路拢困难，停车场的各式牌牌堪要强风封锁了。临近风台密入密室内，真侪景点拢无游客，当地传统市场嘛是零星的散客。袂啦，也袂就较袂惊。在地人比较不担心，那外地就是有的来这边工作的嘛，就会先囤这样。台商赶在风台登陆进前来做生意，嘛打算中岛进前就收打。永春国小边啊，这个停车场只受手伤，一直在装沙。卖55万。所以个人塞车来庙。有啊。
一直来底山工人讲，早时牛哥要装500包的沙地，提供给民众放饮水使用，陆陆续续拢有民众来领，几乎每一个人拢是领10包。面对着江台，各界拢是高规格来看台。记者王刘婷、陈显坤 SNG 屏东报道。早起哦，台南的客家嘛出现十级的强风，造成台南有700多户失电，嘉义嘛超过3500多户失电哦。台电在抢修已经陆续恢复中了。台南一透早开始敲起强阵风，树木去用吹甲一直害，海边啊嘛又起封锁线，避免民众走入去。受到抗美风台的影响，靠海的客家地区出现十级的阵风，强风嘛甲高压电线吹断去。造成客家地区300多户停电，台电是赶紧出动来抢修。到即马讲拢无电哦。无电啊！现在断线，我们在处理，把它接续起来，然后把它复电这样。除了台南之外，嘉义地区沿海布地顶、西滨公路也出现十级的强阵风，更加路牌规个吹落去，一度造成嘉义县3500多户停电，东石地区近有庙会因家去用吹倒去。风很大，对。它跟以前比起来怎样？哦，没有遇过这么大，对，比上次那个山头还大很多。今天下午起，风力会更加的明显。那可能会到11级或12级左右的一个强阵风，尤其沿海跟山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嘛，因为风上大，鱼竿边鱼面一透早嘛再度来巡视船只，到有白虎岸，都惊海水倒灌，民众嘛伫个界外地区来扛沙包。这沙包吼，因为今仔拄啊拄着开始人大流咯，伊即马吼伊开空，来伊即马伊也时间够，伊就拢会来扎起来。来这一段做起来就很安全的啦。虽然抗美风台还未登陆，但是暴风圈已经是渐渐甲台湾砍掉的，造成人清的灾情。记者政府林伟廷台南嘉义报道。南投的合欢山早起现17级的强风，是有史以来上强的。监测镜头嘛，呼呼吹甲摇来摇去，上雪楼的铁柱哦，准备予风掀开。另外，伫彰化市区有路树倒来去撞到车，加再无人受伤。台中海线一挂青红灯嘛，予风吹断，警方是赶紧出动来指挥交通。每年一只影上镜头，31号凌晨被强风吹甲摇摇摆摆，天光了后风雨搁较强，镜头甚至被吹歪去。当地气象站表示，凌晨的7点左右开始，每年测得17级的强阵风，是自2008年建站以来上强的纪录。合欢山顶气象站测得每秒58.2公尺的惊人阵风，也打破在2021年圆规台风15级强阵风的记录。合欢山目前风雨交加，针对设施是否有灾损，需等到台风过后前往现场才需知道详细的情况。母鸟附近的松雪楼也未堪哩，强风一直吹，建筑的厝墙甲地皮被掀甲强要落去，而清境地区嘛是风雨非常强，而当地农民。原本想要冒着风雨来摆摊，不过却因为风雨伤过大，只好今日来撤离。怎么全部都建起来？那么多年，我们在这边10-20年，这是最严重的。强台登陆了后，带来真强的风势。伫彰化市区的建国南路有路树，31号早起5点左右被吹倒去，跌到边的小客车，加上无波及到其他的人车。伊伫台中海线，嘛出现瞬间十一级的强阵风。伫清水区甲沙鹿区，为31号5点开始，拢总3处好地被强风吹歹去。耗资杆被强风吹断，随即通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协助处理。并通报工程单位前往排除。警方今日出动人员到场来疏导，嘛确认无人车被波及，3处好地嘛都设伫9点左右修理好，嘛提醒民众31号是风台影响上剧烈的时阵，请民众尽量减少出门，确保安全。记者台中彰化采访报道。高雄沿海早起雨无讲介大，也毋过风是愈来愈透。暗时阁有大楼哦，机顶的渔民赶紧去码头，阁再甲船啊固定。即届空雷风台，高雄山区预估会落600毫米的雨量。山区嘛已经发布土石流的黄色警戒，高雄市政府嘛先撤离山区的民众。
基隆海边啊，扭起封锁线，海巡人员31透早来回巡逻，都惊有看应的民众走入去封锁线内底。后来，搁去渡船头边啊，一直广播。基隆透早海水管道已经接近岸边，受康瑞风台影响，基隆的雨虽然无明显，但风渐渐变强。渔民赶来码头确认渔船的状况。你看那边都没有船啊，我们都绑过来这边啊，那边风比较大啊，啊这边比较风面比较小啊。警方一尊一尊有民众线已经开花，还是来到市场采港。我伫渡船头边仔的菜市啊，有拖箱烦恼买阿妈涨水了会淹水，赶紧完成手头的工课，准备收担回去厝做防台的措施。把那个窗户弄好啊，就东西要赶快收一收，可以走就赶快走。高雄进前连续拄到凯美甲山陀尔风台，就惊康瑞阁一摆带来灾情。市长陈其迈31透早开灾害应变会议，确认相关防洪甲撤离等措施已经完成。避难所啊，440处，以及义城孤岛地区的这些物资的准备啊。那我们也预估了大概是14天到21天左右。康瑞估计会为高雄平地带来300毫米的雨量，山区是600毫米。中央已经对纳马夏、桃园等山区发布土石流黄色警戒。高市府嘛提前对山区部落做预防性撤离，到31中昼已经撤离2304人。估计下晡3点到暗时9点是风雨上强的时阵，嘛提醒民众减少无必要的外出。记者陈环武、柯正准高雄报道。风台岸上中岛左右，会伫华莲台东停留。目前哦，台东的海边啊，已经风真大，雨嘛真大咯。现场状况，咱交予即马人伫富冈渔港的记者。即马记者继续修理即台东的富冈渔港。即马即风台的中心呢，是伫台东，大约是东南东风70公里的所在，所以即风雨明显是变强。另外呢，即地面上嘛拢是树枝树叶咧散甲规涂骹。继续来往后边来看，后边即暴风呢，硬是一阵一阵在拍，强度愈来愈强。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台东沿海这边的硬呢，拢超过10公尺高，差不多是3-4层楼高。另外风也是一阵一阵，阵风上大是来到13到14级。目前有讲呢，风台登陆以后，下道的风才会慢慢来减弱。以上就是目前现场上新的状况，咱先甲镜头交转去台北。咱个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嘛甲新北市、阁有宜兰县、台东县、花莲县、屏东县，阁有高雄市内县市的首长是信会议。总统是强调讲，每一个县市拢有加几道的卫星来确保通信。总统嘛正肯定国军一级开设，全力来协助救灾。抗日洪灾都别来，总统赖清德31亲身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罗总统甲六县市首长进行视讯电话，关心灾情甲防台措施。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土石流建设区有236条，扩大有防汛撤离，疏散1204人。花莲县长徐金辉顶一摆甲罗总统因为撤离人数讲袂话引起讨论，这摆报告顺利得到肯定。在昨天入夜前，全部都撤离。即便是水保局没有发布红色警戒，所以我们现在撤离的人数是3393人。除了依亲以外，也都已经完全给他给他地方收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欢乐通信登记，速发部会发每一个县市至少一个加规卫星，花莲有三加规卫星，这摆佫加3个，已经放伫古都区。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汇报，有两个捷克游客无落山，目前在找水当中。我们也已经完成整个抽水机的这个布置。那滞洪池总共498万吨的滞洪量的所有的高雄市滞洪池也已经排空。刚听陈市长的报告，可以说是非常周延。准备也非常充分。针对高屏地区顶一摆洪灾一直有灾情，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摆撤离2307人，抽水机也拢布置完成。屏东县政府是准备好18台移动抽水机，都用提供到这摆各县市报告比以前更加强劲，更加能掌握地方淹水的情形。淹水警戒地区现在增加到10个县市、42个乡镇区。
比昨天的六个县市显然增加。特别是每一次台风，即便是再危险，都有民众到海边去观浪，这种危险的行为一定要避免。罗总统表示，感受中央甲地方充分发挥，理灾比防灾较优先，也感谢国防部完成一级开线，全力支援救灾，也支持防台过后，农村会用较灵而且较紧的方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金山的农民早起是赶紧抢收卡白笋哦，顶一届造成淹水的淤潭溪，新北市水利局嘛已经做好防灾的准备了。新北市金山的邓兴江经过顶边三度的风台侵蚀，拢也未完全好势。这回又果拄到强烈风台，有较多机趁着风火也未变大时阵，赶紧固定工程，避免山顶的土石阁泄来。就之前有一点点塌方啊，比较迄落修复。我风台还未来，先紧紧来冲了对啊。伫邓兴江另外一边，有种卡白笋的农民，冒着风雨伫咧抢修。伊讲，顶回三度的风台已经予伊的残损是真严重，怎么会当抢修偌济算偌济？只卡白笋一挂白白的啊，因残拢未做哩啊，佮烦恼嘛是同款的呢尔。帮我讲阿静，甲静伊哩个石头吼，卡卡的一个吼。啊！甲阮卡卡咧一下，阮走我当阁静坐啊。金山地区民众担心的是，顶回造成市府淹水的源潭溪，这回新北市政府已经派工程人员进行清土沙，阁更顶地甲溪层墩悬。因应这次康瑞台风来袭，我们紧急将上一次有转弯、有河水溢淹的点，先做了一个处置。那我们利用土石方跟顶块，那我们排了50个顶块，然后加高了约一米。希望这次河水不要再从这里溢出来。有防洪台阁造成淹水，这回新北市金山地区做好准备，除了老街店面、厝门口囤沙包，另外淹水的知名美术馆，这回工作人员也赶紧整理消化，惊讲阁把排水孔塌掉的，希望卖阁发生淹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分林轮背带154管道红缨端二十磅空过去风台一来哦，常常树啊会倒几排，妈妈去讲到经过的汽车。今仔早起，县政府城隍路禁止通行，嘛传出讲分林沿海地区有一挂所在有电线落落来，相关的单位嘛已经在处理了。大丛树啊挡袂牢强风的吹袭，直接倒了道路中央。沿路人开车经过必须要坐倒。去年芦北乡樱花树山道红龙段绿色隧道，因为两边积满落树，过去有侪家因为风台所带来强风将树啊吹倒，是即摆底过经过车辆。过去是伫咧开平面，捌坐电车啦，因为即摆树啊拢移动，就是一直动咧。而且加上通往六轻的道路，所以六轻主要的道路。因为这条路往常那个台风的时候，路树都会倒塌。也会影响到民众的生命安全，都会实施封路的那个管制。为了安全起见，防护交通局为31号上午针对轮背绿色隧道进行封道，若发生路树倒去，会赶紧通报厂商来排除。而云林沿海地区，毛泽伟电线被强风吹落的全停电，到31号上午11点，云林县阁有另外号停电，民众只会当通报等待号电。有接触到爆炸。我跟我的开机器人，上班刚准备办人过节了。谢谢。五号表示，经过气象署资料，台风可能会带来强风大雨，民众随时要注意河流和附近河川水位。公务嘛，针对辖区内191处较低所在，还佫容易淹水的区域，来提升排洪的调节能力，继续用运用不到。国际新闻来看，西班牙在做大水哦，已经造成至少95个人死亡。西班牙今仔开始全国哀悼三天，有一挂偏远的地区灾情阁无法度了解，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增加。据了另外一直升机到东部瓦伦西亚州地区的乌提尔市，一个富人人摸着狗，水淹到伊腰脊管等人救。尾仔成功吊挂，离开被大水淹去的厝。瓦伦西亚一个镇海波尔塔。受损真严重，一个安养机构有老大人不幸死亡，真侪坐伫咧轮椅的老大人行动无方便，看到大水，心内真惊吓。100 coches, estos los garajes están todos inundados con 100 y pico coches cada uno.
这是澳洲国家这几年来遭受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讲，瓦伦西亚在过去八年前过来降雨量比过去二十个月累积的雨量也更加多，这场雨真特别，尤其北极暖化速度比世界其他所在也更加紧。As Spain has 2-3 meters of w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heading to record flash drought here in October. They're connected because of something called the jet stream. This is this river of air high above Earth. There's on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n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more it slows down, the more it gets stuck. The wavier it gets, you get a lot more rain because it's not moving. 这场大火自二九一直落到三十，侵袭南部甲东部地区，一挂庄稼所在路拢变作溃楼，厝被摧毁，路未通，一个重大死伤，将侪灾民甲厝内人失去联络。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部署救援人员甲超过一千位士兵到灾区，沿过国家偏远的所在，因为大水甲路拢切断，无法度过，正歹搜救，估计死亡人数还阁会继续增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再来看啊，昆定首都附近有一栋十层楼高的滨海度假饭店，当地时间拜二的透早，熊熊放起。目前知影有一个人死亡，阁有九个人失踪哦。目前嘛，各在抢救。另外，伫印度有一间庙寺在办活动，拍什么放烟火，庙寺边啊放烟火仓库，煞熊熊爆炸，有超过150个人受伤。登陆去的饭店看起来敢那荒废的所在，敢那村头前半圆形的大厅够闹的，救援人员无用得清照头前海，希望对内边找到阿哥外地的人。即间伫阿根廷首都附近的滨海度假饭店，本地有十层楼这么高，没想到伫当地时间二九透早忽然间倒落来，规栋大楼一个啊变作平地，附近的民众看到这种情形，拢总着起惊。La verdad es impactante ver cómo cayó el edificio. Esto se transformó en una nube, con una nube de polvo que no veíamos nada. Se escuchó como que hubiera habido un terremoto. Así escuchamos a algunos vecinos. Esto fue un movimiento horrible y es como una película de terror que estamos viviendo.厝边形容讲，迄当阵就亲像一粒炸弹落落来，甲旅馆是破作两半，而且边仔的厝嘛受到影响损毁。救援人员救出一个住伫隔壁79岁阿嬷，但是一个80岁阿公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命。官方讲，这间旅馆等待整修，但是部分工程并无摕到许可，当局已经伫8月要求停工。研发业正嘛是伫偷偷施工。Un cajón de ascensor que está intacto, está acá en el frente del edificio, y que estimamos que ha habido trabajos irregulares en la parte trasera, ¿no? Donde estaba la torre.目前救援人员等得抢时间，希望救出九个有可能受困的民众。另外四个家己人工的建筑工人已经被抓。即卖有关当局等得厘清事故的原因，跟含规划施工有关系。镜头阁转去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卡萨拉戈德一个印度教的庙，拜伊在举行年度庆典，吸引真济人来看烟火表演。不时到庙边啊，放烟火仓库忽然间爆炸，造成150个人受伤。这些伤者分别被送去附近的几间病院来接受治疗，其中有8个人伤势真严重。警方去已经变作密密麻麻的现场找证据，结果发现这事故的原因并无单纯。ഇതിന് പല കാര്യങ്ങളും ഇപ്പോഴും കണ്ടെത്താനുണ്ട് സോ ഈ സ്റ്റേജില് കൂടുതൽ പറയാൻ പറ്റത്തില്ല സമഗ്രത警方讲，主办单位事情并无得到举办烟火表演的许可，目前已经拘捕三个相关人员。公司新闻站回民编译。再来关心空雷风台哦，即马花莲嘛是大风大雨，富里乡、钓溪乡、个玉里已经传出水崩山的灾情。伫花莲的市区，某一挂所在淹水了。另外交通的方面哦，代替北回线中德路段有一挂所在河土石流淹掉，目前全线停驶。土水将钓溪乡直接路淹去，公车头前拢是水，山里步道路条直接冲起淋溪。轮山步道十二零个土石流冲落来，险些将厝淹去，中正步道加钓溪乡步道都全无好脱离。糟糕了，哎呀！这都第八年了，用村长，要打给村长。有的店193块都水被火腿警方已经封路，但府里向出来四个拢是土水，民众用农机种水，但府车站头前的淹水，完成里还够95岁老人，要警方协助撤离。桂林乡民里边都已经无法度过。
现在我们大雨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孤岛了，真的没有办法进出了。相关的那个桥面啊，都已经水整个淹没到那个桥面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都实施一级性的一个封闭。水尾乡自从翻大牌土地部长撤去山顶的防护，搁较惊人。花莲北区的花莲市甲建乡出现真侪所在淹水，天埔火车头前半年老树被吹倒去，市区民众已经感受堪瑞威力。风比较强啊，所以今天都是停班停课。台风还没有完全进来的时候，这个已经威力已经不小了。绳子断掉啊，还是有的木头断掉啊，就是才开始一些灾情啊。还有代替华人路南上包专线停驶，有部分民众不知影资讯被走一撮，还有民众退票甲站务人员发生冲突。啊！叫我明天确定没有开喽，叫我再来补。劳民伤财嘛，做事情就是这样做。那我们监控的情况下，哈，已经有发现有土石流啊，我们会视风雨状况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啊，经常去抢修。花莲新城乡交关康乐村附近的电火厅飞白被强风吹倒，槟榔摊也吹扁去。秀林乡真一全区道路出现土水、溪水不断，高速环路风台下部风雨更加大，请警方协助撤离居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海边啊，最近有一粒石头，看起来倒伫顶头会真舒适，所以嘛，真正侪人去翕相。有关机关都呼吁县政府哦，亲像美仑三公园某一个 Mickey Mouse 的地标，因是讲不一定爱开大钱，其实麦当透过创意来行销花莲。就是这条在花莲市南滨海边的大粒石头，最近在社群网络引起大家讨论。一个红号一个名，合作一粒真舒适、通好体的石头，评论是真好。而且免本钱就会当创造话题性，关机关呼吁管府推动观光，应该爱有新的思考。过去我帮他戴过口罩，带来的流量超过百万，怎么样帮花莲行销出去？丢一千万，丢两千万，丢三千万，真的可以把花莲行销出去吗？也许就在我们身边的东西，我们常常忽略了它。花莲 Mickey Mouse 在市区美仑山公园的入口处，早期是桂木村市长打造的。外形不了像 Mickey Mouse， 也有像太空鼠，有不少华人的乡亲拢认为讲，这是代表华人的地标之一，应该好好利用。米老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不知道多久了。但是像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有单位把它戴上口罩，我觉得这就很有创意啊。那希望在未来的节庆呢，像圣诞节，可以帮米老鼠装扮一下。官方讲要利用 Mickey Mouse 做行销是真有创意，不过恐惊要搁调查敢是有侵权的情形。它是花莲人很从小的记忆，那对花莲人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存在。那至于说后续的这个市场对于它的认同度如何，那也许花莲人认同，那其他各县市的人认不认同，可能就是有待评估的。官方强调讲，亲像 Mickey Mouse 这类的地景地标，在花莲还阁真侪，会阁研究安怎来利用，创造话题性。来达到观光行销的效果，卖个研究安怎甲美仑山公园做整体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西坛的国小三个家弟仔，今年二月底伫中华新港过车路的时，互无驾照的人塞车撞到，经过几啊个月抢救，大姊九月过往，小妹长嘛不幸过往。意外发生了后，当地有改善附近27的路口，也毋过某人认为新设的人行道嘛是有问题。今年二月二日，新达的三家地下经过彰化县新港乡建国路、嘉美港公路口，行斑马线要过车路，服务交江苏的姓肖的查甫人开车撞到，姐姐妹妹两个人性命危险，一直昏迷不知影人。刚过车祸，姐姐伤势严重，不幸死亡，小妹情形也一直都无变好，十个二九含也过身。做小天使啊！哎呀，啊无带病啊，你咧艰苦嘛唔办法啦。嘛是真艰苦啦！意外发生了，相关单位进行交通改善，除了行政院已经核定美港公路高架化，合管的公路局也甲斑马线退缩，并且改做逆逆行。中央分界道加设闭合道，我家的所在设人行道等措施。因故居民担心改善了的人行道，可能对骑摩托车的人有危险。该划线就要划线，有时候那个是大人哦，来咧骑来看无大，来开去就跋倒。电动车危险嘛嘞？啊，因为这条路几乎就是给汽机车、重车在使用，行人很少，反而
使那个机车啦、汽车增道啊，车祸一定会发生啦。当地居民讲，骑摩托车的人拢惯是骑伫咧路边边塞挂靠，因若新设置的人行道就伫咧共所在，骑摩托车的士大人有可能会看袂清楚，去弄到滑倒。公路局解释讲，人行道设立所在是路径，唔是慢车道。哦，它是在我们车道外面的一个路肩。哦，就是当初是没有一个实体的人行道，啊，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实体的人行道。那当初我们的车道的配置，在混合车道的部分，它是有有蛮宽的一个宽度。彰化干部单讲，自今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完成第61一线，总共伫着七个路口改善工程，也调整混合车道的宽度，加强标线加警示，保护行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电要伫台中的火力发电厂新设四台烧天然气的机组，昨通过宽评。台电是表示讲，目前十台烧土炭的机组，按算未来会拆掉四台，剩的六台会转做紧急备用的国安机组。也毋过，台中市的环保局是批评讲，安尼的宽评结果，台中的空气品质毋知爱等到啥物时阵才通改善。经过四点外钟个环评大会审查，台中电厂第二期新建燃气机组计划，虽然伫环保团体甲立委、台中市政府拢提出，扩张天然气机组使用总碳排无减，电度增加，也佫认为机组备用理由无够制度，但是环评委员讨论了，依然决议通过。经专业判断，认定以《无环境影响评估法》第八条第及施行细则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列各目情形之余，环境影响说明书已足以提供审查判断所需资讯，无需进行第二阶环境影响评估。这边燃气二期计划将会起四部燃气机组，并且新建四座独存组加相关附属设施。原计划连每一号到四号机组，伫燃气机组开始商业运转了，会慢慢转做备用机组。因啊，五号到十号是慢慢转做紧急备用电力设施。这部电煤机组2035年全部投入。施工期起，我们即逐年减量。那我们在施工期，我们会每年友善减排空污量11吨。那我们总共整体施工期可减排约69吨。台电讲，所来依照环评会议的结论确实执行。中部理长讲，等了40年，总算等到改变的机会，转成以气换煤。他们争气减煤是为了改善地方空污，是为了照顾我们的乡亲、市民、好朋友，甚至邻近的这些好朋友。严哥参加发言的中部哪会领会，起几台、拆几台是乡亲的要求。告诉我们，你的量已经超过了一倍半，什么理由不拆？就说我转备载容量，我转备载机，我不会给你用。你这个逻辑听起来让我民众很紧张。台中市环保局是批评，环评结果开空白支票。台电对减污、减煤、甲温室气体减量拢无承诺数字，是开环评的恶例。中部环保团体是质疑，中会计照着以气代煤做理由，做实际扩充的事实。这部电煤机组国家上未来六代燃气机组，伫电煤机组还未投入的时阵，将会成为全世界上大的火力发电厂。记者综合报道。各大班长已各讲要设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咱国立委会是表示讲，因为中国的经济无好，失业率增加，这款回台的办法，台湾的企业甲民众恐惊嘛无啥兴趣，对通证嘛已经无啥效果了。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海基会秘书长罗文佳进前到访马祖，讲希望种上两只好名叫做和和平平的梅花鹿，和中国福州动物园。然后，中国各代办发言人朱凤莲在30例行记者会回应种上礼物的基础，讲爱有诚意，搁再提出九二共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关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截至目前，福建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2.5万多个，将进一步优化福建涉台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厦门综合改革试点，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前一天，福建省也推出牵涉四个领域，总共17条的对台计划，包含提供台湾民众开设尽管口罩便利性，鼓励台湾护理人员在福建就业等，更加推出一个奖金红利，想要吸引台商加民众去。最好是由产业链的产业来带动、来推动才有可能。但这个政策要怎么把它商业化，这个比较能落地啦。
福建台商是讲相关的政策安怎落实，爱去观察。因为绿委会是指出，中国经济无好，失业率大幅增加，加上独裁专制体制无得到认同，所有的回台做法对台湾企业甲民众丧失一个吸引力，难以达到中好有机的统战效果。记者施荣华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韩伫当地时间早起7:10左右，前朝又搁发射飞弹，已经是今年的第12届了。南韩甲美国嘛拢表示谴责。本来有这可能伫个美国大选了后才会发生的代志，即嘛提早。31日，北韩技术对东部海域发射有可能是洲际弹道飞弹的飞行物。其实嘛，才过一天而已，就是30日，南韩的国会议员是援引军事情报表示讲，北韩有可能就要发射飞弹。지명을명시할수는없습니다만특정지역에태일이배치되어있는상황이기때문에대기권재진입을위한 ICBM 의기술검증을위한발사가이루어질수있다근데시점은마찬가지로11월미국대선을겨냥한전이든후든南韩因为安尼甲戒备升级，南韩和美国伫几点钟前做伙谴责北韩伫俄罗斯部署军队。南韩阁讲，双方是交换条件，摕家己爱的，说落来北韩随着社会团。North Korea has sent around 10,000 soldiers to train in eastern Russia, and some of these DPRK troops have already moved closer to Ukraine. ICBM 미사일 고도화 기술, 그 다음에 또 정찰 위성에 대한 기술, 원자력 잠수함 만드는 기술, 이런 어떤 첨단 과학 기술을 俄罗斯方面是正式和北韩第2届双方报告部长在莫斯科举行战略协商，这嘛是北韩外长崔善基在6礼拜来第2次访问俄罗斯。南韩国政院的情报嘛指出讲，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金英福已经带先遣部队赶到俄罗斯前线。金英福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方人民讲是援俄部队的总负责人。俄罗斯战争拍个大，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愈来愈坏，对乌克兰和包括美国在内真亲的朋友来讲，这种互动真敏感，嘛对未来的政局是加添危险。公司新闻吴文玲翻译。来看一本真出名医学期刊，昨报告指出讲，气候变迁对咱人健康的威胁是愈来愈严重。名列四大医学期刊之一的《资格证》周刊，自2016年以来，针对15项跟气候变迁有关的指标进行监测，发现其中10个指标达到让人担心的程度，特别是因为热天气所造成的死亡案例大幅度增加。We're seeing that the death of a very vulnerable age group of people over 65 years of age that is due to extreme heat exposure have increased.And in particular, heat-related death has reached a 167% increase since the 1990s, more than twice the level that we could have expected without temperature change. We're also seeing, as a result of extreme heat exposure, that people's capacity to work outdoors is increasingly limited. 受到人工气候逼迫降低影响，研究团队认为，这对经济发展有正不利的影响。The loss of hours of labor is growing because of the rising temperatures. It reached a record high 512 billion potential labor hours being lost in 2023 because of heat exposure. 这个专就看的文章指出，造成全世界气温上升失控的原因，是因为化石燃料的产销继续倍数增加。譬如讲，全世界114间大型石油加天然气业者，加产销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高地港苏港地将会比2016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标准一个观测173%。研究团队认为，各国政府既有自己的理由，同时和生产石油加天然气的业者，一个使用这款石化燃料的消费者政策补贴，帮助整体的销售量。这个专就看的文章估计，可能是2020年这年，这种补贴的金额就到1.4亿美金。环保团体呼吁各国政府应该把这款财务的资源转给再生能源，才有法度缓解气候变迁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辑。一般般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28度。
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27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28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27度。华东地区上低23度，上高29度。风台来了，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安全。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再同一时间，咱再会。